这是谁啊？车上啊，是不是都有看我们的节目啊？你是不是说我太吵？哎，春风，鬼鬼现在单身啊，太吵了。他如果要当你女友，你可以吗？你下次要不要来打工？他会把那个，他会把我们店砸。不会、啊，哎，春风，我说真的，如果外场啊有你跟康哥，那个海、那个海的深度可能很容易就变浅了。不会了，感觉都抓人家去填海。哎、欸，有人问说，鬼鬼在现场一直说话，其他人真的会受不了吗？真的会，对，我差不多会。出去。你要我，你要我要退群了。你不要，跟你开玩笑，不要走心好吗？哎、欸，我跟你们说，炎亚纶真的很爱跟我走心，他是一个心脏最爱跟我走心。我跟他又熟，他又爱跟我走心。我也是觉得，就是我们两个也是相爱又相杀。他就是只退我一个人 IG， 这真的很不公平。炎亚纶还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这个很经典。既然他都主动提了，我就说，他说退群主只是小事。怎么说？啊，你也。他已经找人在我家楼下堵我了，好久没。但我们有其实有认真的问过鬼鬼说，为什么你会一直讲话？他说他会紧张。我说啊，你不是老艺人了吗？你还会紧张？你给我注意点哦，谁是真正的老艺人？是你吧？不是，是那个现在不是话题。这是谁啊？这是春风。哦，春风哦。你好，春风。你好。你是不是都有看我们的节目啊？你是不是说我太吵？还好啦。哪有春风你？春风你要说实话，现在也才8000人而已，你可以说实话。哎、欸，春风，鬼鬼现在单身啊？太吵了。他如果要当你女友，你可以吗？他不行。啊。鬼鬼要当你女友可以吗？他只可以20分钟不讲话。不是，哎、欸，对，你知道，那是浩哥叫我20分钟不要讲话、啊，真的很难呐、啊，不讲话很痛苦、啊。对啊，你们拍那个很辛苦，很硬，是真的蛮硬的。你下次来，我们之前还是你下次来打工，你下次要不要来打工？他会把那个，他会把我们店砸。不会、啊，哎、欸，春风，我说真的，如果外场啊有你跟康哥。那个海的深度可能很容易就变浅了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感觉都抓人家去填海。